再抱一下，我们俩每次分别，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。 我给你那瓶药呢，你又骗我。 你不是脸色骗我吗？这里面装的根本就不是毒药。我会不考验你，让你一个人走吗？那我们扯平了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你说当年是温可儿先砸晕我哥，再将他溺死的。可是我哥的尸检报告里说，他的后脑并未有外伤，而且我哥死的那天，可儿一直在医院里接受康复治疗，根本不可能有时间作案。好啊。 那你替温可儿去死，穆森。 在我死之前，我想知道全部的真相。我小时候，我妈就不要我了，丢给我爸。他每天酗酒，喝得酩酊大醉，回来莫名其妙地打我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虐待我，只有我爷爷是邻居家的爷爷，只有他对我好。我爷爷一直把我抚养到大学毕业，在我刚有能力可以报答他的时候，他就被那帮人给害死了。 那我哥呢？杀死你哥，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。当时我找他，就是为了了解一下真相，但是因为听信了芳华他们的谣言。 是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吗？咱进去人是你推下去的吗？不是我啊，你不是说有能证明我清白的证据吗？为什么现场的人都说是你推的？真的不是我，我是去救人的，怎么可能去杀人？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冤枉我。 你有病吧？
你是不是犯病的时候忘了自己杀人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跟我说实话。我没病。 别跑！你别跑！为什么弄死我爷爷？为什么弄死他？为什么要杀我爷爷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说，为什么弄死我爷爷？说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你想想，你为什么杀我爷爷？